飯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そんなの常識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おへそがちらり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踊るバッパリピシャラピ、お腹が減ったよ。小丸子想通过茶叶梗得到幸福。早上好，小玉。早上好，小丸子。哎呦，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啊？是美环同学在哼歌吗？是美环同学在哼歌呀，一大早就心情这么好啊。见到你们心情好，我说的没错吧？听到我跟你们打招呼了吗？打招呼？我还以为你唱的是歌词呢。才不是什么歌词呢，我是用唱歌的方式在跟你们打招呼呢。啊，原来是这样啊！你好，美环同学。我今天的心情非常好啊。那么恭喜你了。啊，真是太好了。我今天的运气可好了。运气好？今天早上茶叶梗立起来了。茶叶梗？你是说喝的茶叶吗？是啊，听说茶叶梗立起来就会有好事发生哦。我以前也听说过。没错没错，我也听说过。茶叶梗应该是指茶水中浮着的梗子吧？我说的不是单单浮在茶水上面的茶叶梗啦。喝茶的时候，茶水中间有一根茶叶梗笔直的立着。啊，好厉害呀！我只是听说过，可从来没有亲眼见过茶叶梗立起来。我也是。是不是很羡慕？我也是出生以来第一次看见呢。太好了，我也想看看。今天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好事在等着我呢？懂我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花轮同学。为什么会是我？我的心思你应该最明白了，你就说给大家听听吧。你的心思啊，我怎么会懂呢？好讨厌，花轮同学可真会装傻。我们彼此心心相印啊。不是吧、救命啊。哇，花轮同学从早上开始就多灾多难。那两个人是怎么了？美环同学说他的茶叶梗立起来了。茶叶梗？他说茶叶梗立起来说明会有好事发生。这种事情在我家里经常发生啊。不会吧？不仅仅是茶叶梗哦，茶叶也总是飘在茶水里面。哦，先笑。因为有茶叶被倒出来，所以就会呛在爷爷的喉咙里。你没事吧，爷爷？所以对我们家来说，茶叶梗根本就是累赘。茶叶梗是累赘？冰冰，你这么说茶叶梗说不定会遭到茶叶梗的惩罚哦。怎么可能会有惩罚呢？真是对不起，直截了当说，我的手滑了一下。果然遭到惩罚了，因为你刚才说了茶叶梗的坏话。会遭到很可怕的惩罚。这么说来，有好事发生说不定是真的呢。妈妈妈妈，让茶叶梗立在水里吧。你说茶叶梗，这又不是想让它立起来就能够立得起来的。你想想办法嘛。不可能。小气。我还从来没见过茶叶梗立起来呢。茶叶梗立起来就会有好事发生，是真的吗？说的没错。也有人说，当发现茶叶梗立着的时候，对谁都不要说，悄悄地把它喝下去就好了。哎，悄悄的。像个秘密仪式啊。难道现在这里的某个人正在
你在干什么呀？没有，我这里没有。没有啊。我可是那种想要什么就要弄到手的女人呢。哎，茶叶罐呢？在这儿，在这儿。从里面把梗子挑出来放进茶水里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妈妈就是不肯做呢？真是的。要挑就挑个大的吧。你在干嘛呀，小丸子？丸子！虽然被妈妈骂，但能拿到这个还是值了。只要把这根茶叶梗子立起来就好了。哎，奇怪，怎么倒下去了？怎么站不起来呢？应该把它放在中央吗？从边上放会站得起来吗？就这样，就这样，保持住。不行。要不先把它放到底部，然后一下子放掉，它就会立着浮起来了吗？如果压一下的话，会不会……啊，就拿这个，轻轻地压下去。小丸子，你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做什么呀？我在做茶叶梗立起来的实验。啊，还真是无聊。哪里无聊了？就算它立起来了，可是这茶不能喝，也一样没有意义啊。哎，我会喝的。不能喝的，插过铅笔的茶怎么能喝呀？我就喝。哎呀，喝了那个你的肚子就会疼，这算什么好事啊？我就喝。讨厌。第二天早上。哎，早上好。你在干嘛，姐姐？没什么。梗的神明终于把幸福降临到我这里了，你快点喝掉才行。你在看什么？姐姐，那不是茶叶梗吗？才不是呢！你全部都喝掉了吗？当然要全部喝掉了，不行吗？姐姐，你真是太狡猾了！本来就是我放进去的，我自己喝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你明明知道我是那么想喝的。那又怎么样？我也想要得到幸福呀。姐姐，你太过分了，我还真敢动手。又来了，你们两个给我住手。妈妈，姐姐她拿了茶叶梗。我没有拿，本来茶叶梗就在里面的，她在我喝的时候她一有偷看。但是讨厌，你为什么要来妨碍我的幸福？你们两个还真是无聊啊，竟然为了茶叶梗吵架。但是为什么只有姐姐能做到呢？我在这九年的人生里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茶叶梗立在茶水里面呢，为什么上天对我这么不公平？突然感到我的前景一片黑暗，简直是无药可救。又在装悲剧女主角了。说不定你已经喝下很多茶叶梗，只是你自己没发觉而已。才没有这种事呢。要么就是喝了水却把茶叶梗留下了。那样的话就更加不幸了，我竟然连幸福的碎片都没察觉到。唉，我无话可说了。幸福也好，不幸也好，只有傻瓜才拿茶叶梗来判断呢。你们两个也稍微懂事一点啊！好了，快去学校好好学习吧。我上学去了。没想到他俩会因为茶叶梗吵架。这茶叶梗还真是个奇怪的东西呀。说的没错，但是……还是不行，要让茶叶梗立起来真的好难呢。我的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了，真不好意思。为了我的丸子，我一定会尽力的。交给我吧。搅拌出一个漩涡，然后在中间放上茶叶梗，怎么样？啊，说不定这个办法可以哦。别泄气，再来一次。如果用吸管，说不定可以哦。菩萨呀，拜托您了！搅拌出一个漩涡。再来一次。这次一定要。
小丸子，要喝茶吗？嗯，那先去洗洗手吧。好。给。这是。我的茶叶梗竟然立起来了！恭喜小丸子，恭喜小丸子！我要喝了幸福的茶叶梗。这里应该没有人知道吧？好嘞，我要喝了。飘走了。又飘走了，为什么呢？为什么要飘走呢？等一下，我幸福的茶叶梗。加油啊，丸子，加油啊！讨厌，不听使唤的臭茶叶梗，看我的！幸福被我抓到手了！大家都被小丸子的粗暴举动惊呆了。但是不管长到多大年纪，在茶杯里发现立着的茶梗依然是件很开心的事。小丸子穿短袖赶时髦，程琪同学的衣服好可爱呀！这件衣服的确很适合你，太好看了！谢谢。黄金周的时候去了东京，是在布迪克买的。布迪克？布迪克是一家卖洋装的店。啊，原来是洋货店呐！那里的洋货一定很多吧？林同学，你还真土啊！不是洋货店，是布迪克。洋货店和布迪克不都是卖洋货的吗？有什么区别呀？看来你这个人一点都不时髦啊！喂，难道你懂？陈琪同学去了东京的布迪克，我好羡慕你呀！我也好想去啊！我做梦也想穿这样的衣服。如果这样，大爷同学就会……冬天，这件衣服真是太适合你了，太可爱了。干什么呀？对不起，我不自觉就……小丸子，没事吧？没什么，已经不疼了。程琪同学，你穿短袖不冷吗？我们大家都还穿着长袖呢。店里的营业员说了，当季最流行的就是穿短袖的时装。穿短袖就算时髦？他还说，时髦的人穿衣一般比普通人要领先一个季节，这叫超前。所以我也想做一个时髦的人。我也曾经听人家说过呢。真不愧是程琪同学，像程琪同学这样的人可以说是这里的时尚领袖啊。哪里啊，你们过奖了。时尚领袖，我是绝对不会输给你的。怎么觉得美环同学有点不服气啊？是有点。哎，穿领先于季节的衣服就是时尚啊。第二天，早上好。哎呦，早上好啊，英同学。美环同学穿的是短袖啊。作为时尚领袖的我，当然要顺应时尚潮流了。天，你不冷吗？还是不要勉强比较好。要是时尚也是需要一点毅力的。花轮同学，快点来呀！看到今天的我，你一定会。你真是美丽又迷人的女士，我好喜欢呢。哎呀，我已经等不及她来了，我现在就到校门口去迎接她。花轮同学，啊切，连鼻涕都流出来了，还谈什么时尚啊？英同学，冬天同学也穿短袖来了。殷同学，你怎么还穿着长袖啊？时髦的女生们今天可都穿了短袖啊。早上好，小丸子。小玉也是。昨天天气预报说今天天气会很暖和，我就拜托妈妈把短袖衣服拿出来了。你们都穿了。小丸子，你为什么还不穿短袖啊？殷同学，难道你对时尚不感兴趣吗？才不是这样呢。我也想过要穿短袖的。那为什么不穿呢？因为我不知道该穿哪件短袖好，所以今天才没有穿来啊。是这样啊？是的。你衣服都多到让你犹豫的程度了。
所以呢，时髦的人往往是不露声色的。小丸子，那请你明天穿来吧。我也好期待看小丸子穿短袖啊。明天就穿来。百惠小姐穿的也是短袖啊。嗯，弄了半天，只有我一个人还穿着长袖啊。短袖？嗯，明天我要穿到学校去。穿短袖还太早了吧？等天气暖和一点，你再穿吧。不行不行，我就是想提前穿下一季的衣服。啊？穿衣要领先于季节，这样才时髦哦。时髦？现在时髦的人都穿短袖了，就连百惠小姐也是穿短袖，带着微笑，甜美可人。杂志上的东西你也信呐？小鱼美环同学还有冬天同学都穿短袖了，只有我一个人还穿着傻傻的长袖。什么？都穿短袖了？啊！如果明天我还穿长袖的话，会被人家笑话的。这样以后我还怎么做人呢？你们看呐，他还穿着长袖呢，跳舞呀！啊！不行不行，我明天一定要穿。唉，真拿你没办法。给短袖。太好了。真是的，为什么这样穿就显得时尚呢？真难理解啊。谢了谢了。如果觉得冷的话也不要勉强，再套件外套。这样的话从明天开始我也很时髦了。哎呦，丸子啊。嗯，什么事儿笑得这么开心呢？说来听听。你看，明天我要穿短袖去学校了。穿短袖？这个季节穿长袖才对呀。不不不，爷爷你知道吗？穿短袖可是一种时髦哦。哎，是这样吗？短袖在我们班可是很流行的，说是要穿领先于季节的衣服，这样才够时髦。哦，原来是这样啊。以后我们家的时尚潮流就要靠我小丸子来引领了，所以我不得不带头穿起来呀。谁让你引领时尚潮流了？引领时尚潮流？对呀，就是时尚领袖呀。哦，听起来不错呀。小丸子是英家的时尚领袖，那英家的时尚度就可想而知了。哦，爷爷，你可千万不要勉强自己哦。啊？你已经上了年纪了，现在穿短袖可是会感冒的。你在说什么呀，丸子？我婴幼藏虽然年纪大了点，但成为型男的梦想一直就没有变过。你说型男？就是有型的男人，魅力和品味并存的男人。哦，我真的好想好想被人叫做型男呢，所以你一定要让我加入时髦领袖的队伍。不，时尚领袖。既然是这样，那我就答应你了。时尚领袖现在允许你加入时髦的队伍。啊，太谢谢你了，时尚领袖。好嘞，我马上就去准备准备。爷爷。哎，找的就是这个。哦。嘿嘿嘿嘿嘿。哇。酱，怎么样啊？哇，看上去好棒。时髦吗？嗯，爷爷爷爷，如果你再穿条中裤的话会更好看，试试看吧。穿中裤要更早更快的领先于季节哦。是吗？可是我没有中裤，这可怎么办呢？没有啊。那你站起来。啊？这样就好了。嗯。哦，太时髦了。爷爷，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果然是时尚领袖啊。嗯，还差一口气。对了，再戴上帽子看看吧。好嘞。怎么样？哇哦，时髦的型男就这样诞生了。太完美了，这身打扮就像个去赶海的老头。老头在干嘛呢？老伴儿怎么样？这身打扮时髦吧？这身打扮怎么看起来怪怪的呀？发生什么事了？老头子又在做奇怪的事了。是吗？你们看呐，这是爷爷的时髦造型。说的是啊，我们两个都是时髦人士。这样的打扮哪里时髦了呀？时髦就是领先于季节的意思。领先于季节吗？丸子，你跟爷爷说了些什么？不关我的事，是爷爷想变得时髦的吗？说的没错，丸子是时尚领袖，所以我想让丸子帮我改变一下造型，完成我成为型男的心愿，对吧，丸子？嗯。第二天，
各位观众，今天的气温会比昨天更低一些哦。你还是穿长袖去吧。我才不要。你看，很冷吧？没关系，没关系。那我先去上学了。不会吧？哦，早上好，樱同学。好厉害呀，竟然穿短袖了。小丸子，早上好。今天很冷，所以就不穿了。难道樱同学不觉得冷吗？早上好啊！今天只有樱同学和山田穿了短袖啊。那个美环同学因为感冒今天请假了，他昨天就打喷嚏了。小丸子，你冷吗？别逞强啊！一点也不冷。哎，樱同学被我发现了，你衣服上有个洞啊！我也有一个，我们是一样的。哇哇，只有我和樱同学穿短袖，对吧，樱同学？说的没错。山田和小樱可真是厉害呀！是啊，我一直都是这么厉害的。我也好期待和大爷同学讲上几句话呀！你还真耐冻啊，樱同学。换成是我可做不到哦。小丸子，你真的不要勉强啊。今天我为什么要穿短袖来学校啊？为赶时髦穿了短袖，却穿了一件破了个洞的短袖，只是让人感觉到自己像个健康的小孩。小丸子充分感受到了今天的寒冷。为什么妈妈和姐姐老是要妨碍我呢？特别是姐姐，谁让她抢走我的饺子，我会狠狠地报复她的。等着瞧，有你好看的。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小丸子想去写生大会和小丸子为了报复而手忙脚乱，敬请期待哟。